看一下我们这款不锈钢的船啊，四个螺旋桨的动力啊，看一下，拉网，走，静音款啊，没声音的。看一下这个出网速度啊，给力吧，又没有声音。这出网速度很快啊，马上这个围网的话就拉完了，而且全程的话是没有噪音的。好，OK， 看一下这个拉力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好像要搞下去的，然后下完围网之后一键脱钩。